我下课比较怕碰到学生，因为学生一般来找我都是要么问突击测验的事儿，要么问出行的事儿，但我下课更想一个人待着。那我是不是有点打扰？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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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学校的咖啡？我是在街对面买的，那家店之前可以在室内抽烟，可惜现在老板换人了，就不行。 但他们家的手冲一直是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在网上就是手冲是啊，没有没有，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教授的内容你理解起来还容易吗？ 有一点点的口音。Oh, really? So sometimes my accent comes out? 对，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两种就语言它会出现那种口音啊之类的，就啊，有时候大脑就宕机了，这个时候。也不错嘛，是双语教学。不过这个对你的理解有影响吗？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还好啊，就还可以。好好，谢谢告知。对了，就是你essay改的怎么样？essay啊，是个头疼的事儿。我有5个 section， 每个 section 呢大概10几个学生，所以让我这2天熬夜去赶我也赶不完。 但是我会在下周之前把所有的成绩给登上去。这又怎么了？你是有什么问题吗？我只是觉得我的论文不够，就是，我仍然在遵守这些 prompt 去写，但是我还是感觉自己在照搬阅读里的内容，好像这些东西不是我自己写的一样，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开始担心我的成绩之类的。 原创性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是考核的重点。我觉得只要你能在文本中体现出你有很好的消化和理解我总教授的内容，我觉得就是问题不大的，就OK。不好意思，不要误会。就我突然想到我和之前的一个朋友谈论的一个话题。 当时我们在聊漫威，然后他突然说到 ，Cage is the new reality and nothing is original， 经典的诠释。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客气它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常态。既然这样的话，你作为作家，不也没有放弃追求创新？打个比方吧。 对于我笔下的角色，我都会很尽力的去刻画他们的心理，然后我也会反思我本人的立场，但是毕竟我是个男性，然后我笔下的女性角色也是男性凝视的产物，所以，不管我有多有自知之明，在现实中又有什么用呢？就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 挺好的，是吧？我的内心的直觉就告诉我说，还是有一种原创性的存在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到我这个年纪，很难免会去陷入一种权威主义。但我觉得，如果你能把你现在这个想法，你给坚持下去，我觉得会挺好的，会。